98之一这一题，好，现在有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我们现在用 A 点为圆心画一个这个四分之一的圆，那接下来再从这边中点做一条线交于这点。他想要问的是这个 AGF 这个角度，其实主要呢，啊，对，这边我们把它延伸过来的话，其实主要知道这个角有多大就可以了。那重点在于这个圆弧，啊，这圆弧的话表示说，其实这一段就跟这一段实际上是一样的，但是这边呢 ，F 是它的终点，所以这一段其实也是这个的一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一比上二，又配上直角三角形，所以这个就是30、60、90的三角形，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30度，那这个补角 AGF 就是150度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选项 D。